好啊，我们今天来拉一个这个3米高的渔网啊，加重的啊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坠子啊，来过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坠子啊，都是加重网，3米高一，看一下3米的长度啊，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下这个3米的渔网啊。3米高加重成网啊，可以看一下啊，同学们，这个马上这个3米的渔网就下拉完了啊。好，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3米的渔网啊，现在力气还很大啊，拉完之后呢，一箭脱钩。好，我们把遥控船开回来就可以了啊。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拉完渔网之后呢，把遥控船呢，我们开回来就可以了。回来的时候呢，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缠到就是刚下的渔网，因为刚下的渔网啊，等一下弄到那里去了哈，把它开回来。刚才操作技术有限。好，就这个啊，4个马达，全船不锈钢的，哎，就这么给力。好。